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又是晴空万里啊，蓝天，有这个云，然后这边有这种雕塑，每一个柱子上都有一个神，有一个雅典的神，也有这种中国这种雕塑啊，挺多的。挺我们看看昨天在方塔纳这边遇到这种兵马俑，然后这是一个坐俑，也是非常那个有气质了，小胡子啊，也是，这是一个西方的这个女神的这像，这是个狮子，狮子雄狮，这是个女神呢，这是个女神的样子，这边也是狮子。狮子，这两边都是 cherry， 这是兵马俑，后面是秦始皇嘛？秦始皇还是非常的有看头的，有说头的。这是这种里面。有这种琴呐、有什么很好看，有马雕刻的，有马，然后大家在这里面，这就是的美好的部分啊。你看这个上面都是有诸神，诸位神仙，这上面是有这种卡车，有这飞机，有这种小微缩的景观，看似一个微缩的景观，然后里面是植物，有很多瓶子是什么的，挺好看，挺，而且这种椰子树也是有这个南方这种特色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这是张亚东在美国加州的方塔纳给您带来的报道，拜拜，再见。美好的情况停留一下，女神呢，模糊了，美的模糊了，美的到这种模糊情况，狮子啊，拜拜，再见。